好，咱们接着回来看球啊。这是10月8号晚上进行的比赛，武汉公开赛32进16强的比赛。这是咱们的中国德比战呐、啊，丁俊晖对阵袁思俊。比赛为9局5胜制，丁俊晖这边发挥还是挺出色的啊，打出单杆破百，4-2领先。已经是来到赛点了，这边有个带口的红球，哦，这个篮球还得再拼一杆，篮球还得再来拼一杆，拼咖啡球还是做防守，看他的炸杆应该是对着绿球来的。那就防守了啊，不玩了。好，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，咱们一起来慢慢看球。他本意是用咖啡球抢住，但是没做到。这是偏拼最边库的红球没拼进，那就漏球了，那就漏球了啊！这个局面黑球暂时不好处理，那就为粉球呗。看看蓝球，蓝球这边也不好。那就先入局粉球了。角度向左，那就粉球左边这颗。角度还是比较直的啊，看看粉球点位。哎呀，那左边这红球不好打啊，那就右边这红球。到位，这红球堆上方这三颗排着队都有，中低杆点下来，目前这个局面只能为粉球了，没办法，黑球这边也不好处理。也是有一点点向上，那就推一库，推一库。看看粉球还被站点了，好像这个角度。低杆拉回来，那么这回就可以粉球归位了啊。小心粉球点位，登上来啊，小心粉球点位。哦，这样叫，这样叫也没，也
不是叫得很好，这球。不过中间啊，对，下方这里刚好有个空隙能够穿出来。打掉这颗的话，不要另外一颗也是被挡住了啊，不然的话一球就可以处理了。一点点向右，低杆拉一颗球就可以。挺直的啊。挺直的，这角度不好叫球啊！强烈的低杆拉回来吗？这边是粉球，不是，左边红球，这球是有黑球点位，这颗不知道有没有被挡。对，这颗肯定有的了。还可以又举黑球啊，这球有点绝了，还可以又举黑球。这球就有点绝了啊。没想到这球处理得非常好，67-59，再多打一个红球就可以超分。好，超分。那也没得追了啊，没得追了。丁吹5-2，挺进16强。粉球还可以。底库的红球还可以。手扎不好，那这球也不好玩。这球也不好玩。啊，单杆77，击败了袁思俊，挺进16强。啊，这边恭喜丁俊晖啊。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